妹妹妹妹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好，你在干嘛呀？我在抠这个猪草。你是干嘛的呀？我呀，我来在这边玩的，就是口有点渴，看着你在这边割草，我想能不能去你家喝口水？可以的。真的假的呀？啊，真的。啊，那谢谢你啊。那你先割，你割完咱再走，没事。你家远不远？我家不远，我家就在那上面是吧？啊，好好。那你先割吧，割完咱再回去。你们这里很好玩呀，风景很好，空气也好。哦，空气倒是挺好的。啊。还上学了吗，妹妹？哦，上学的。啊，放假了现在是吧？啊，听不懂我说话是吧？啊，对。啊，我口渴，来你家喝杯水，喝杯水，你翻译一下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咔嚓嚓。啊，辛苦妹妹了。嗯，不辛苦不辛苦。弟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呀？嗯，我叫阿布尼。阿布尼，哦。你的耳环真好看。你是哪里的？我是河南的。哦，你吃饭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啊、要不我给你煮腊肉吧。这一会儿你们这边中午不是不吃饭吗？中午给你做可以啊。给我做啊？嗯，可以。那我多不好意思呀。没有，我们这里都是这个习惯，都是一般有客人来都给我他们煮那个腊肉。哦，来者是客嘛，这个。对吧？那我厚着脸皮吃一顿。可以啊，妈妈不会不开心吧？没有，那我妈很开心。很开心啊，都是客人 啊。那行，那谢谢谢谢妹妹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好好，我来你家吃饭好不好？是咸的，这俱乐部咋咋？好好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弟弟，我来你家吃顿饭，欢迎不欢迎？欢迎。真的？好，谢谢弟弟。来，觉得这个帽子呀不适合我，你戴上。咦，好看。你的了，你的了。他的一双眼睛是有问题。一双？一只。他什么问题啊？就一大一小，大小眼。哦，我看看。里面来做。啊，好好好。咦，你家真漂亮，真的。啊，这些都是，就是乡里啊，资助啊，乡里弄的啊，很好很好啊，好好谢谢谢谢。啊，烫啊，好好好，不用那么客气，没事儿。弟弟去给哥哥买酒。不用啊，不用去啊，我一会儿要开车不能喝啊。啊，谢谢啊。妹妹给妈妈说，你们要是不吃的话不要做那么多，我吃不完，弄一点就可以了啊。这一块也多。有没有哎，够吃啊，你们又不吃，就是这块太大了，你有没有更小的？这要拿去洗是吧？嗯，对的。哦，弟弟的这个眼睛能看好吗？应该能吧，但是手术费应该太贵了。哇，太刺激了。结婚了没有？没有呢。没有啊。哦，现在他们结婚是组织了。他妈妈说什么？他说是我也没结婚的意思。我。这个妈妈要重新给我煮米饭吗？不用了，不用重新煮了，我吃这个就可以了。我妈说怎么可以让客人吃剩饭？没关系的，我不是很饿，就吃这个就可以了，不用重新煮了啊。对不用了，不用给妈妈说，太浪费了啊，我又不嫌弃。真的？真的呀。嗯，说的那意思吗？你们一共几个姊妹？我们一共有四个。四个。嗯，我有三个弟弟。三个弟弟，你是老大。哦，对。那你妈妈真是也压力挺大的。嗯，对。你上完这个高中还打不打算上大学？我个人的话是不打算再读了，然后我想让我弟弟们读书，让他们替我圆梦就可以了。嗯，上大学费用挺高的是吧？嗯，对，一般都挺高的。啊，行吧，行吧，反正今天我全程视频记录下来了嘛，如果是有愿意资助你们上学，我感觉那是最好的。所以说，反正怎么说呢，弟弟、妹妹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啊，不管生活给我们多少这个困难磨难是吧？我们坚强加油就好了，好吧？尽力而行吧，有时候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啊，里面有吗？这是紫菜汤是吧？啊，做好了。啊。哎哎，妹妹，放地上。哦，
入乡随俗啊，我已经习惯在地上吃了啊。好好，入乡随俗嘛，啊，尊重你们的传统，对吧？啊，好啊，谢谢。站着吃是吧？啊，好好，我自己吃多不好意思呀，你我弄得不好意思，你们看着我。没什么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我真的饿了，我尝一尝啊。那弟弟，不用碗了，看莎莎啊，不用碗了啊，不用碗了。辛苦了阿姨，辛苦了，你们也吃吧。不吃了。哎，中午不吃饭呀？嗯，对。刚给我做好的腊肉，我尝一尝，怎么样啊？好吃吗？这个肉感觉挺肥的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嗯，大自然的味道。还是大米好吃。真的不用拿了。我走了。不用拿了，我不吃，我不喜欢吃啊，放里面吧。我不喜欢吃核桃。啊，谢谢啊。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。我车里面有点东西，你叫着弟弟们，咱们一块去拿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哥哥。好好啊，还可以啊。求福吗？哎，求福，这个应该你能穿。这是洗发露，1、2、3、4、5，5个人。夏天有蚊子、防蚊虫的，不是喝的哈。啊，抹脸的，香香。啊，这是画画彩色的笔。哦，谢谢。牙膏，就剩最后两个了，都给你们了，好不好？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不小心啊。来，先放里面。这样喷两下。嗯，真香。滴水之恩，应当涌泉相报，对吧？学过这个道理吧？啊，学过的话，你就收下吧。哦，这样。没事，弟弟来提着。今天很开心来到你们家做客，等下次有机会再来你家做客，欢迎不欢迎？欢迎，当然欢迎。你好，这是你家在杀猪啊？对，我们在杀猪。哦，你们是干嘛的？我你们拿个手机吗？我是记录生活的，旅游的。哎呀，来这边旅游啊！我就听到杀猪了，突然之间想来咱家做个客，不知道你欢迎不欢迎？哦，这个可以吗？随便玩应该可以啊。但是我车在那边停，我车里面好几个人，我们人多啊。没事，随便。这个、我没开玩笑啊，弟弟。没事。真的？那我就喊他们了啊。哦、好好。啊好。哦。哎呀，这正在杀啊，火都烧身上了。你们好。你好。来你们家吃这个好不好？好。欢迎不欢迎？欢迎。真的呀？欢迎。哦，咔嚓嚓。来吧，看到没有，小丹。今天有小太残忍了，有小猪肉吃了啊！会吃吗？哦，咔嚓嚓！你也会咔嚓嚓了啊？会吃吗？啊，好，谢谢。没事。你们，我发现你们这边的人非常热情啊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都让来家吃饭。对，没事，给你们水呢，人家啊，给你们水呢，没事，你摆了一堆了，他别太客气，弟弟，我们会不好意思的，没事，太热情了，你们，没事，你们这边属于四川和云南的交界是吧？分界线啊，对，在山下都闻到你家的烤猪味了，所以我上来了，闻着上来，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你们是河南的是吧？哎，河南的。哦，来。太残忍。等会儿吃的时候真行。这是你家种的甘蔗呀？对。哦，甘蔗还没熟吧？应该。还没熟。哦。对，你看。我红薯一般是在土。这有了，你看。土底下呢啊，应该是有了。太小了这个，但是我们最喜欢吃烤红薯了。哎呦，烤红薯，我看着我的嘴都流油了，流哈喇子。你问他喊什么？我们这边的话，这个红薯的话都是拿来喂猪的。你们这边红薯喂猪？对。哎呦，人不吃这个。人不吃这个？对。咦，我宁愿下一辈子做你们这边的猪。啊、我最喜欢吃烤红薯了。
就是那边种的那个西瓜是你家的吧？对对对。是呀。哦。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哎呦，哦，这个大，这个大。哎，阿姨。嗯。你家西瓜掉了，我帮你拿回来，咱一起吃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从未见过有如此。小曹。我你看他家，我一过去他西瓜自己掉了，然后我把它拿过来了。哦，我也这么认为，要是我在、估计可能掉两个。哦，那个瓜娃子哟。嗯，家里面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哦，因为我马上就要回学校嘛。啊、然后他们的话给我杀猪嘛，因为我过年的话不回来嘛。过年不回来了。对对。哦，就是过年时候在你们要杀猪，所以今天你马上要上上学走啊、哦，提前。上学马上就开学了嘛。哦，所以说这么亲戚朋友都来庆祝一下。对对对对。你们这边的规矩好像也是，就是说只要杀猪，亲戚朋友。一般都过来吃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就是、基本上都来。哦，那今天很开心啊，凑着你这个机会来你家吃一顿。你那个西瓜是自己掉的啊？这还有这样的？哦，这个是你房间呀、啊？哦，是大学大二。对对。大二哦，学习怎么样啊？感觉？成绩还可以吧？还可以。你们村一共几个大学生？两个，你是其中一个。嗯，对对。哦，厉害！你要和我打赌，这个西瓜不熟是吧？白脸。我说的有点红了，可以吃了，勉勉强强还甜。打不打500块，好不好？行。啊！哎，这500，别忘了有我250，咱俩一人250。来吧。哦，红薯熟了，可以吃了。哦，可以吃了吧？哦，哎呀！好，哎，我教你怎么正确吃这种小卤煮啊。首先辣椒面是吧？蘸一下。然后拿一个这个生菜，解腻知道吧？包在一起。然后呢？可以吃了，嗯，啊，哦，太客气了，妹妹，我们有水，哎呀，有水，也放满了，太客气了，你们。弟弟啊，你那些亲戚怎么不吃啊？哦，我们这边的话啊，就是客人先吃嘛，因为你们来了，你们算是客人。哎呀，那多不好意思啊。不存在，不存在。你看你爸爸妈妈一直在弄火，也不吃。没事，先吃。客气。刚才你也说了，你们这个村大学生比较少，你就其中一个。对对 对, 对、所以我感觉我今天上山比较着急，村里面没东西。啊，这没事。就是吃了你家猪不能白吃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哎，这个这不用不用，这个你拿着。就是希望你能好好学习吧，到时候因为村里面上大学真的很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是是。啊，所以说希望你以后好好的学习，到时候回报这个咱们的父母。造福这个社会是吧？回馈咱们的祖国，对吧？对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，走出大山，到时候，哦、嗯，好不好？今天啊，你会的啊。今天这个，再次谢谢你啊，太麻烦你们了。太感谢了。不感谢，反正就是，好好学习吧，一句话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今天就这样，好不好，弟弟？那留下来吗？不是，天太马上黑了，山路也不好走。哦，我们你们还要回去啊？还要回去的。留下来吗？那就留下来不行啊，弟弟，明天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。很多事做啊。那今天就这样，咱就走吧，好不好？那爸爸说吃我饭再走。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妈妈，你不在，你们不要了。
这就凉了，可可绿，不要了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们没地方做饭，我们不做饭，回去吧，啊，啊，哎呦呦，这爸爸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哎，爸爸太热情了，忙了，哎，爸爸回去吧，我们赶紧赶走，回去吧啊。好，再见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好好，直接从那边出去。哦，直接往前走是吧？对对对，哦，下面路好走是吧？好走，那边。哎呀，爸爸，嘿嘿，啊，拜拜拜拜，好好学习啊，弟弟，好辛苦了，叔叔。